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委员哈。我想我们是程序发言啊。本席认为这个时候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摆进来是非常不恰当哦，希望大家多多三思啊。我特别要讲转型正义，我想这是一个正当的目标，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台湾已经正在转型正义，而且转型非常久了。我们从解严开始，朝野各政党的努力，我们转到今天台湾民主的成果，有三次的政党轮替。我这边特别指出，这是德国的智库评比的，全世界转型成功指数排名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当然，政治上面不是第一名，我们也在第三名。各位，我们的转型的成果，举世都在称羡，我们不必把自己打回原形，认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回到解严前的状态。当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想民进党的委员也举出了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再努力，可以再检讨，蔡英文总统说最后一里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后一里路，我们真的差一里路，不要又重走回头路。最后一里路不是他跑到总统府叫最后一里路，那他当选，我想大家没有什么意见，这民主的展现。我认为所谓的民主法治转型正义的最后一里路，就是台湾在经过这么多次的政党轮替以后，我们相互竞争的政党终于懂得放下仇恨，终于懂得良性互动，终于懂得认真的为民造福，这个才是我们的最后一里路，放下恶斗这样子的坏习惯。第二件事情，当权者终于懂得要克制自己的权力了，他要依循过去我们转型正义好不容易取得的法治的成果来继续推动改革，我想这个才是最后一里路，我希望大家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全台湾2300万的好朋友会为我们鼓掌，不是提这样子的一个法案。转型过头就是不正义，民粹过头就是反民主。我要特别再提醒好几个委员会，除了这个法案以外，我最近看到一系列的法案，我有点担心，包括什么呢？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改成记名，地方议会正副议长改记名投票，农渔会的总干事改直接选举，水利会的会长改官派，乡镇市长改官派。我的意思，我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子，不要选了一个总统以后把其他的选举民意的展现都视为废土，都要改成官派，或者是只要不利于这个总统掌控的，我都要改变他的选举。不要急着这样子，我们好好的三思，这样子的感觉变成以后我们只要选总统就好了，其他全部官派好了，包括我们立法委员，是这样子吗？如果一个民主政治最后的最后一里路变成遂行当权者全面掌控这样子的权力欲望的话，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古代就讲过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三思，像这个法案，大家如果觉得真正要改的，哪些是现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已经有的权利，我们让加强它的权能，不要让任何一个院，这种条例也可以全部放在立法院啊。但是我觉得都不对，你要尊重我们好不容易弄出来的权力分立，如果这些法律，包括我刚才讲的什么官派啦、直选，这些法律通通通过，我可以预告一件事，新的独裁政府即将来临，谢谢。好，谢谢吴志扬委员。接下来请林威洲委员。我登记程序委员，因为我要发言的内容就是跟程序有关系。我认为我们今天
来讨论这个转型正义的相关的条例不恰当。第一个，大家看一下。